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 仔。都说我们广东潮汕人有钱，对，没错，我们抽的是中华，吃的是海鲜，开的是豪车，住的是瓦房。但是你们还不知道，我们广东农村这边呢，还有很多水泥路都没有搞，走的呢是泥土路。还有在村里面呢，也见不到几座两层楼的房子。咱们现在就带大伙来看一下我们广东农村这边的现状。Let's go。我现在走的还是泥路呢。都说农村套路深，我看还有个坑嘞。基本上都是土坯房比较多。看吧，这个路中间石头也多，一不小心绊一脚，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这就是我们广东这边的农村，看吧，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吧，让你们失望了，对吧？一眼望去，基本上都是老房子，门前还种了点菜，当然偶尔还能看到两层楼的房子。你看这个墙都成什么样了，砖都冒出来了。对联还有贴，过年的时候还有回来住的。我相信你们都是烧煤气的，而我们还在烧柴。我相信你们用的是推拉窗，而我们用的还是木板，当然这样通风性比较好。我们广东农村这边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吧，只是穿的比较好，吃的比较好，开的比较好，住的就不好了，对吧？人家都说了嘛，人要一张脸，树要一张皮，对吧？你看我们这边有你们那边农村好吗？对吧？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 M 仔的视频，请问 M 仔点个赞哦。